天和点面，我们晚上做那个韭菜盒子吃。好长时间没有动手做过这些面食了，没有时间。院里头在杵那个原来的那个地坪，噪音比较大，嘟嘟嘟的。好，买的还有点排骨，韭菜盒子配排骨，我先焯焯水炖上去。在树林里头做的饭，里边现在太脏了，乱糟糟的，风太大了，这环境才是真正的露营。嗡嗡嗡，干嘛是牛嗡？哼哼哼，看看他们都在干什么，能看到吗？哎呀，看，只要看看他们，看，他们都在干什么？先炒点鸡蛋碎，越碎越好。好了，鸡蛋也倒进去。盐、鸡精、十三香，再来点香油，多来点。现在4:58，他们5:30下班，这会儿包正好半个小时。这个面醒的挺软的，擀成一个正方形了。一共包了48，然后这还有一个呢，9个。等他们下班了，现吃现烙，我就把排骨调一下味儿去。鸡精、味精、盐。哇塞，好烫啊！排骨。今天的工种比较多，带大家看看哈，进展怎么样？这是小院切出来的石板路，然后这边到时候会绿化，这边就是石板。屋里头有吊顶的，是在吊顶吗？吊顶呢？那边那间已经吊好了，这是垒的这个花池，这也是花池，这一间刚吊好吊顶，希望赶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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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越快越好。下班了，下班了，下班了。嗯，你干嘛呢？我玩呢。这里在垒这个院墙呢啊。今天缺个人，就是我舅回老家了。其实我不想说，就是我害怕大家又说他什么的。他是家里头也在盖房子的嘛，他上一次回去把那个门窗什么都定了，然后这次回去要把地板啊什么的那些就是收尾全部都弄好了。不是跑了哈，是家里头确确实实是盖房子呢，盖房子现在需要他，然后他回去把房子都弄好，踏踏实实的再回来就行。开始了，我要展示我的绝活了啊。哇，厉害吗？厉害，太厉害了，金黄金黄的。好了，才烙的饼，一人一个，这趁热那俩先拿拿味儿去。多多吃，多多吃。我锅里马上都好，凉了都不好吃。哎呀，谢谢。是吧？锅里头也有，锅里也有。对，用这接着吃。不赖，不赖是吧？就得趁热，一凉都不好吃。好吃吗？嗯，好吃。嗯，还有呢，多着呢啊。不错，不错，不错，是吧？锅里都是那个排骨汤。行了，行了，我不要这些，要我吃。来点糖，吃冰了啊！来点糖，多喝点糖。咦，我的锅里都被糊了，哦哦，糊了！哎呀，哎呦，哎呀！我吃，我吃。这给恁盛那个，好大，好大了。给恁盛那个排骨汤，排骨汤嘞。这种，真不赖。嗯嗯，怎么样？是不是来到这儿吃了最好吃的一顿饭？蘸上什么呀？鸡鸡鸭具。最好吃的一顿饭是吧？